各位牧长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在脸书 po 了一个略带灰色啊，那家里长老教会这个新月长老说略带灰色，难得，有一点小小的啊感伤啊，想念家人呐、啊，那让大家担心啊，那也大家关心，很谢谢啊，在这里谢谢你们。那我说我们的直播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动，那我收到一些的回应，其实我看了，我这样形容应该不夸张，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很被你们感动啊，真的很感动，很高兴有很多追求的人啊、在不同的地方，有些马来西亚写来，有些香港的，有些是台湾，那有些写给我个人，那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的回应，让我深深深的让我的心呐、啊、深深被你们触动啊。所以很谢谢你们。那今天当然大家都知道一个消息，就是大卫鲍森牧师啊，这英国的解经家，他的先祖就是这个卫理公会这个约翰卫斯理他的先祖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门徒啊，他这传承这个属灵的资产啊，这样子一路他今年90岁，在21号吧，21号去世啊，那被主接走。那前一阵子，我们去年底的时候，我们知道布永康牧师也是在12月7号，那他也是啊，主也把他接走了啊，在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克兰啊，那主把他接走，那大概是都是将近80岁的人。那前一阵4月27号，叶明翰牧师，那是我1999年我在明尼苏达台福教会牧会的时候，他是我们暑假的一个讲员啊。那所以啊，他也是，他说他离世之前看见天使啊。那所以这是都是服侍神的人啊，这几十年服侍神的人，所以也习了世上的劳苦啊。这我们看到了。其实我看到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荣归天家啊，荣归天家。所以服侍啊，不管多久啊，不管怎么样子被神使用，我们就尽力的为主燃烧，就是献上自己，然后尽力的。因为人总是有离开的一天呢啊，那所以，但是他们虽然习下了世上劳苦，但是神都会纪念他们啊，都会纪念。在还没有敬拜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收到的一个大家的回应啊。其中我就挑几个，我挑大概3个来讲，因为这对我有些的，有些让我觉得哇，很惊喜。有一位刘姐妹啊，她写在5月20号，礼拜三，她讲记得第一次上您的课是在2011年11月，那就是9年前了。那时是有一位姐妹带她去到青年公园附近的荣美教会来台北，在那里我经历了圣灵的医治，回想起来心里充满感恩，也很激动。从那次之后开始之后，我经历了突破，第一次参加外教会的特会，第一次搭捷运，第一次被祷告，第一次一个人前往新店小城教会天母丰盛灵粮堂，那都是我以前去过服事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在想这个人是谁，我没有什么印象啊，但是他知道他写了。然后连我先生都无法置信，我竟然可以一个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去啊，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坦白说，如果没有经历圣灵，经历圣灵及心存一股渴望啊，他说（括弧）记得牧师的教导，每一次都带着渴慕和期待。他说我是无法达成的，感谢圣灵的带领及帮助，感谢主赏赐各样的恩典，也谢谢啊牧师为了一些需要医治释放及属灵养分的羊群，放下与亲爱的家人相聚的宝贵时光，四处奔跑的辛劳摆上。我不晓得是不是看了以后我就感触了哈，就今天写那个啊，不知道，这我现在读的时候我才仔细看了一下，啊，很谢谢啊。那绝处逢生，从绝处到丰盛，昼夜印记、导读笔记都有牧师您亲笔的签名哦。哇，他说很多值得感恩的事，主恩的滋味总能让我细细品尝，一再的回味。带着我往前走，最近还能加入恩泉青雨庐的敬拜群组一起敬拜，更能从 YouTube 上面里面看到，
师母上传的影片，完全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享受到每一场丰盛的飨宴，然后再次受到激励及眺望，真的是受益多多，谢谢师母啊。对了，上周有两首好听的诗歌，《清风吹来》最爱，我蛮多人喜欢的。无法从这个 YouTube 里面找到影片，只能重复从第二十三的我们的那个清晨祭坛与甘露昼夜思想神里再听得到的。我是多么想你这首诗歌，也是从牧师口中听到的，好唱好记又好又动听，夸张不？我再讲一次。好唱好记又好听啊，这好听好唱啊，好记啊。总之，谢谢牧师师母的分享，感谢主在各样事上的供应，谢谢这位刘姐妹啊。第二位是我们的这个旁听生啊，淼萱姐妹啊，柯淼萱姐妹，在5月19号礼拜二，她写牧师听完昼夜您说的话，就是我前一阵师母帮我整理 PO 的那个。在我在过去在洛杉矶讲的，他说真的十年如一日啊，这很重要啊，他说的啊，真的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过，听似简单，持守却要很大的心智及用心，让我们见证到神这么恩宠牧师，他是我们的旁听生，常常来啊，是您昼夜思想他，我们想主耶稣一天有多少呢？符合了上周五牧师讲的一个拜假神的都有400次。他说我呢深感惭愧，牧师再一次谢谢您，让我可以在您的团队恩泉旁边学习。这位第三位是一位林姐妹啊，南部的一位林姐妹啊，7、8年前他讲的事情应该我回想应该是7、8年前。他说牧师平安，早上看到你的贴文，就今天早上看到的那个有点灰色的那个，他说心里澎湃，多年前在福州，多年前在福州首次参加牧师特会，记得那天从开始到结束我的眼泪没有停止，回到台湾一次又一次的逆境让我既害怕又绝望又无力，自从牧师献上青玉炉敬拜给我很大力量，每一天默想背诵当周师母背诵当周牧师给的经文又用牧师当周的诗歌重复听，很得帮助，惧怕就脱落了。虽然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挑战，但神使我每一天靠主得胜。谢谢牧师师母的牧养，牧师一定要继续线上这个直播敬拜，我们真的很需要。你觉得这样子写来，我能拒绝吗？啊？不能的，不能拒绝。我真的很感动了，真的很感动。我今天穿这样不是要有什么圣礼要主持，因为我今天要等一下你们会知道我要做什么。哎，我们的鼓手，今天我大概在上来之前我看到了，他就是写那个诗篇，然后用亲子之间的他来写，越写越好。可是我今天突然发现他有个影片。酱油炒饭，阿吉斯，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变阿吉斯了？所以我们是今天打鼓的是阿吉斯，他最拿手是酱油炒饭啊。还有，我就觉得他这一篇针对我，因为我才在想说那个厨艺很难呐、啊，他就说其实不难，因为他昼夜练习。他讲昼夜练习，这不是针对我吗？我说要昼夜思想什么，他跑去昼夜练习酱油炒饭，然后在那一泼，那不是对我说的吗？谢谢阿吉斯啊，请你继续努力，我跟你多学习啊。哎呀，真是。那这个礼拜我就看到我们的这熟悦啊，这个他跑到的就是听了一位弟兄啊，也以前也是我们的学生啊，那就听到有一个在东山那里有一个婆婆，她的咖啡豆，她有困难呐、啊，家里。其实后来整个我听了他见证，我今天问了他一下，因为他是做咖啡的，卖咖啡，他就去了去看，我照了一些相，然后刚好这个婆婆的孙女生病，那他那个咖啡大概堆了2年，我是想没有卖不出去，结果他就去帮忙买了一些回来，
虽然就算品质没有很好，没有很好，可是他们都愿意。他又介绍了那 东山在地的那个咖啡商，去很有爱心的一对夫妇，又去帮他，就把他全部都收购完了。我就想这个，我这看越看啊，我这些学生啊，这越可爱。我就看我这些学生一个一个，真的是，我就觉得这不得了了。他们就我就一个深深的感觉，就是他们大概对我很不服气啊。就是一定要，他不是要篡位，就是要干嘛？哎，他这个真的是做的很多的爱心，很多的在生活中不为人知的。那当我越看越发觉，其实我很以他们为荣。所以这是传承，这是传承。所以我觉得我跟师母有时候提起来，我们这些学生，我真的是很。不是只有用高兴两个字来形容啊，这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事情，非常感谢神的事情。我等一下还有，我们再说。来，我们先来敬拜。这首歌你可能没有唱过，这诗歌是我以前同工写的，啊，帮助我的一个同工啊，他帮了我几年的同工，他写的啊，常爱常在你爱中。这首诗歌容易，但是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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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唱到灵里的。我们来唱啊，慢慢，我们前面好，现在看大家一起来唱一下，常在你爱中，耶稣，我的神，我要一生跟随到底，不靠实力，不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圣灵，有时软弱，有时伤悲，你爱来坚固我。虽有困难，虽有风暴，你必引领我度过。你以永远的慈爱吸引我，你以永远的怜悯护庇我，保守我心。藏在你爱中，我渴慕在你的同在中，耶稣，耶稣，我的神，我要一生跟随到底，不靠实力，不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圣灵，有时软弱，有时伤悲。你爱来坚固我，虽有困难，虽有风暴，你必引领我度过。你以永远的慈爱吸引我，你以永远的怜悯护庇我，保守我心。藏在你爱中，我渴慕在你的同在中，耶稣，我的神，我要一生跟随到底，不靠实力，不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圣灵，有时软弱，有时伤悲，你爱来坚固我，虽有困难，虽有风暴，你必引领我度过。你永远的慈爱吸引我，你永远，你永远的怜悯护庇我，保守我心。藏在你爱中，我渴慕在你的同在中，你永远，你永远，你的爱吸引我，你永远，永远，你怜悯护庇我，保守我心，藏在你爱中。
是离不靠才能，单单依靠你的生命。我是软弱，又是伤悲，你爱来坚固我。虽有困难，虽有风暴，你必引领我度过。向你献上感恩，你诚然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永远的慈爱吸引着我们，我们要快跑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向你仰望，是我们这世上的日子有想象中的容易。主啊，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让我们有时候软弱，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伤悲。主，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有时候我们遭遇的风暴，但神，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眼目总是看顾着我们。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每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总是乐意的就近我们。主啊，每当我们向你祷告倾诉的时候，神，你总是垂听，你是倾听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面前，将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深藏的、深埋的，甚至在最深处的，主啊，我们就向你来倾诉，因为我们知道你必然倾听。谢谢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爱，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当我悲伤难挨你，数不尽最深的凄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悲伤难挨，诉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希望满怀。
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什么都明了，你什么都明了，只有你什么都明了，你愿意倾听我，是我最深处虔诚的祈祷，是我最深处向你的倾诉。诉说，单单将你的心归他，单单的仰望他，向他来倾诉。哈利路亚，呀啦啦啦呀啦啦，他乐意倾听，他乐意倾听，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乐意倾听。啊，呀啦啦啦呀啦啦。
你听得懂的，不止悟性，任何的语言，我们有方言，神啊，你都明了，你都明了。哎呀，哦咿呀啦啦啦呀啦咿呀啦啦啦啦咿呀啦呀啦咿呀啦啦啦，要赞美你。和睦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告诉我，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告诉你，告诉你他什么都明了。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有何神像你。主啊，我们独一的真神，唯一的主。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顾念我们，因为你在意，你在乎我们，你永不撇下我们。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用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也就是我们的心沉迷在你的面前，愿你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晚上很高兴啊，我有预告，我说我要请我们这个学员的班长啊，他是来自云林虎尾，那是王朝正弟兄。那我今天特别请他来跟大家有些的见证，有些的分享啊。那我会问他一些问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牧师，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啊，很欢迎你啊。来，我们坐下来。谢谢牧师。来，我为什么请他来呢？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这个人啊，我很少去打听人家事情，就是问东问西，追根究底。可能是因为我在美国住久了，不太问人家隐私的事，就是人家的事情我会尊重，除非他说。后来我发现他在我，对不起，几季了？第七季完。你还需要想吗？没有。第七季啊，读完。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有的你认识我们的，你都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班长啊，现在是实习传道，叫黄秀清姐妹，她叫 Lisa。Lisa 姐妹呢，她在我们协会来的时候，说实在我并没有很看好她，因为她自己有生意啊，做生意，那她又很忙，那然后呢就有很多东西她没有那么知道啊，那在信仰中她还是很多的要需要学习的地方，需要调整的，就没想到她来了，哎，一季一季过去，她读了13季，那在这13季里面，对我们是协会来说是很大的祝福。祝福了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这因为今天不是访问他，所以我就带过就好。那后来我们我把他们这个有4位读了13季了啊，到这一季啊，那读完12季学士班毕业以后，我就说你不要再当班长，所以那时候就按他做实习传道。然后那班长找谁呢？其实我对朝政我没有太多的认识啊，为什么我等一下会说。所以还是你，请你自己来跟大家讲一讲，好吧？你是怎么会无缘就跑到我们协会来读书了啊？这个我需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的正职的工作是一个老师，一个国小的老师。我平常一到我都在学校里面教导比较特殊的小朋友，对，所以很多人都说我很有爱心。然后我们家有3个人，都是很，就是看我的身材就知道，都是很有爱心的。对对对对，其实我很爱我的儿子。先讲我儿子哦，我的太太先不要吃醋，我先讲我的儿子，他叫小乐。为什么叫小乐呢？其实我希望他从小很快乐。
其实他让我们，在他还没有出生前，其实我们，这个他是做试管婴儿，他做了三次试管婴儿，烧掉我们几乎所有的积蓄，尤其是在第三次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都失败，然后第二次有剩下几个胚胎。然后我们想说啊，不然剩下一点点钱，我们就去把胚胎植入。我记得那一天，我就跟我太太去一个基督教医院，然后我跟我太太进去看医生，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把第二次的胚胎植入。医生就说啊，这个胚胎看起来形状不好，你们真的要植入吗？可是我没有跟医生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钱不够。然后我们就把药。就是出来，就是拿了药，那我就心里跟上帝说：“上帝，这样真的不行，真的不行。”然后就拖着我太太去嘉义基督教医院的祷告室跟神祷告。我记得那个场景是哭着祷告，那个眼泪跟鼻涕都哭在一起，然后两个跪着祷告，祷告了非常久。感谢主，他应允我们的祈求，就是小乐，所以我们才会取人叫小乐，他的名叫做王成佑，就是早晨就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对，成佑，对，他我的太太叫淑慧，她是娴熟什么都会，她真的比我很强。家里的她不管往就是修电灯是她，没有，我只负责赚钱，她对我帮助很大。要不要考虑一下你回家，然后让他来读？我有这样想，等我毕业之后，他就要来读了。发现很多的恩惠嘛，淑慧啊，淑慧是恩惠的慧，也是很不错，很好的一个姐妹。那对，那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读书？哦，这个很奇妙，就是来收现在收看牧师，算是。直播的人其实都有参加过牧师的特会，但是我是唯一还没有来恩泉的时候，我没有追过牧师，几乎没有。你这样说，我去你们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也对你没什么印象，我都没什么印象。对对，我对你没印象，你不要躲哪去了，对不对？你会害怕，对不对？那时候还是对我有意见，很有意见，对不对？没有，觉得我这怪怪的啊。其实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当教育部的执事，然后我们邀吴淑玲牧师，就是师母。你把师母名字讲这么咔咔的，你惨了，你得罪师母。很顺啊，吴淑玲师母。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哦，好，吴淑玲师母。师母，你不要。其实师母，我们那天那个是两天一夜的英文乐高夏令营，我在一个牧者身上看见的，他都不用休息。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他都没有休息。我们同工累到那边休息，他都不用休息。他比较例外了，他比较奇怪一点。到底这个牧者是怎么了？有这种精神？南齐我说我真的要来协会看一看。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们有一个秀月姐妹，她有在现场，就是她上帝借着她带我来的。她我知道她要来读恩泉。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淑慧，我也想去读，所以说你要去读吗？然后他说叫我求印证，我跟他说好，我就跟他说如果明天秀月姐打电话邀我，我就来读。果不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通知他了，是淑慧通知他，没有，淑慧本来想说不要让我来读，要让我在家里照顾小孩，找到了，是小乐。小乐，结果果不其然，隔天那个秀慧姐就打电话给我说：“曹正啊，你要不要来读恩泉？”就苹果了，对，哇，很奇妙，所以是师母感动到他，是，哎，那你还坐在这干嘛呢？我应该去美国，不是，就是我在帮助你啊。这有些学生读一读，他都就奇怪，很奇怪，就是该感恩的人，他还是有感恩的哈。有啊，对对对。那后来我就看你，其实神带领你很奇妙，
我看是这样，因为你对于圣灵的工作并没有很经历很多，你来的时候并没有，而且就感觉你是有一点距离的，因为我去的时候你大部分都不参加的，那我祷告我，所以我对你没有印象。那但是你来了以后，你是拿什么时候突破的？你是怎么样一个突破经历圣灵？后来你大大被圣灵浇灌，那你记不记得你突破点是在那什么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你被圣灵大大的触摸？突破点，这个我这个牧师也没有听过，但是牧师听完之后不能叫我不要来哦。那后面撑着我，帮我撑。其实第一季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很苦，就是很什么，很苦。对，你苦情太多，我知道。因为其实牧师是一个很，因为太极弟兄讲过一句话，他比军中还军中。说你下神，不是，你是来破坏我形象的。好，没关系，来，请继续说。但是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为我继续读，你要给我意象啊，你给我意象啊。我就记得我在宿舍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宿舍的床上，就是我跟上帝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印证，那我可以继续读下去。当天晚上就做一个梦，就是我记得我就在前面那里，然后就是看见那个风，好像圣灵的风，像一直灌进来，一直灌进来，一直灌进来。我想说啊，对，神要让我读，让我在这里领受圣灵，领受他的浇灌。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顺服的时候，我就开始突破了。这很关键，就一定要自己啊。所以我们不能勉强，也不是谁，他还是自己有一个东西。他一旦突破，他跟神自己去说，他神信实嘛。所以就在他身上读啊，很好。那你后来在这里读，我看他跟得很好，就是很跟，他非常尊重，对我们非常尊敬的。然后我们讲什么，他很单纯啊，那他就是一直跟着，那跟得很彻底。那就他当班长以后，其实就看到了这位弟兄在很多方面呢，他非常的跟得非常的，是一个简单说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表率，哈，做一个作为学生的一个榜样，就是常常会，我如果 po 什么，他就会说大家赶快上去回应牧师，大家要让牧师知道什么啊，他就是很彻底，那交代他的事情，他很快，那他也就是跟得很彻底，他不会打折了，他不会打折，不会在我的自作主张，他不会，那所以大家人看起来好像是，哎呀，那牧师说很多人怎么样。但是我常常觉得一个人他如果真的是愿意去跟一个人跟着这个他是跟着主的人，那他愿意在这当中学习，其实学到很多功课，像顺服啊，跟从啊，这些很多的功课，就他的生命慢慢就完整起来。那所以他后来神用他在现在啊，在开拓家教会，那这个是我过去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服事里面，我们开了这个有了这个协会之后，有了学生之后，有时候我自己常常因为我很爱我的学生，所以我常常会为他们想，这是训练出来之后，就神就开始开路，副学士、学士，然后就一步一步开，那人来人哎，就神就把现在这些学员越来越整齐，越来越好，越来越凝聚，然后我们就发现这样的时候。他们可以祝福到自己的教会，但是有些他就哎，神有带领他们很奇妙的一个路，那他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居然走到去开拓家教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啊？其实我觉得很奇妙，在十几年前，其实我去就是读那个神学院，但是因为我妈的关系，把我从神学院拉回家，好像是圣光对不对？对，圣光神学院。然后其实我心里跟神说，神啊，你不是呼召我吗？为什么这样子？但神学院老师跟我说，你跟着你妈妈回去，因为你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心里真的是眼泪就流下来。这有多久啊？大概12-13年。12-13年前。对。但是这个感动一直放在心里，就是没有磨灭。其实我来读恩泉也没有说要当全职传道，没有想过。因为不太可能，然后也没有想过，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
某一天有一个姐妹来我们家，来我们家祷告，祷告完之后她跟我说，我觉得你们家好像是教会，好像是教会，因为她听到我们可能要离开教会，因为那时候我们全教会是在一个分镇里面，但是牧师一直提醒我说不能搅在那个分镇里面，你们顶多可以默默的离开，就是两个人默默的离开。我们心里想说，这样我们真的不要在那个纷争里面，想说我跟我太太就默默离开。可是这个姐妹知道我们要离开，就是来要来挽留我们，然后祷告之后还跟我说，你们家就是教会，你们要去哪里？其实开拓的一个想法一直在我心里，然后跟淑慧也是，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姐妹，我们三个人开始加教会。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是有你三月开始啊，二月我忘记了，11月，11月，在12月，12月正式开始，12月就已经开始，对，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也半年，对不对？对。那现在情形怎么样？你有什么觉得你在这一段路程里面，这半年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你觉得你走的，当然我想会比较辛苦，但是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其实我很感谢牧师，就是我有这个感动之后，然后我有来问牧师跟师母，他就说其实就是你要慢慢的寻求神的旨意，清楚了就去做。我觉得这个是，而且牧师很支持我们学生，他说，而且当就是我跟牧师讲的时候，当天牧师在敬拜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牧师就说，可以，我是有这一段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不会觉得辛苦，因为三个人也很快乐敬拜，就像在协会的情谊炉一样，我们就是很快乐的敬拜，很快乐的敬拜，一个人讲道，然后一个人带敬拜，然后一个人，总之就三个人都有事情，然后三个人一起来敬拜，然后从三个人现在到14个人。对，你没有到人家教会去拉人家，没有，没有，没有，这也是我一直，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其实我教导我学生，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你看我从小在信义会长大，台湾信义会，我妈妈是传道人，然后在教会看了，那个时候就常常看教会的事情，太熟悉。到了我长大，我自己献身读神学之后，我又到了不同的宗派，然后之后在经历圣灵更新以后，我又去到各个地方，去太多了，很多宗派教会我都看多了。但是在我走绝处的时候，在进到绝处之前，其实我受了一些事情，那一些冲击，但是在我的经历里面，我从来没有要带人离开教会，从来没有要破坏教会，从来没有要跟那个在牧养的那个牧师跟他对抗。就算我有一些人要跟着，我也不会带他们出来，因为我记得我妈妈说，那是神的教会，不要伸手对神的在用的仆人去伸手去做什么，不要。她说你就是要学习大卫啊，你要看圣经多看。她说不可以做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做这些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这从小就养成。所以我自己到了协会，我后来我就在绝处的时候，我在大家知道我经历圣灵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后来我出来服侍，那个院长陈院长还特别每一次在一介绍我的时候都要说，孙牧师啊，不争不夺不抢，不争不夺不抢，退让让退，我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当我今天在带学员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不要搅在这教会的纷争里面，什么选举啊，分派啊，大家怎么支持谁，我说你们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你只要让我知道你不可以在我这里读书，我一定不让你来的，我不会让你来。我说你不讲，你不站边，人家都会讲我了，那何况你要再站边，那不是把我们更骂死吗？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站得住，我又不怕人家讲，随便你讲。所以因此我对我的学生 要求很严格的，因此我就说你自己要祷告，我不是说你离开啊，我就说你要自己要祷告要清楚。那如果你真的不能待在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太乱了，或者太你觉得对你们家太困扰了，那这一直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你受不了，那你默默离开，你也不要对人家怎样，不要去讲什么，都不要讲。这是我说，
所以因此这是我的原则。那因此我就看他这经过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出来我没有去看过他，我没有去那里，我没有说要对他怎样，我就说你慢慢来看神，如果是出于神会一步一步带。就没想到现在疫情来了，那我更不敢去了。对，那但是我这没有，我这六月第二个礼拜我会去他们那里。那神居然让他开了家教会，然后又把人聚到他那里去，然后做一些新的人，一些的新的事工。但是我是觉得这是神的带领。疫情的时候谁去大教会啊？越大教会越害怕不是吗？大家社交距离你谁敢去？所以家教会不是很好吗？家教会就是各位，如果牧长你不要害怕，我不是要在这里是鼓吹要人家离开你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用每一样，他不会只有一样。所以因此当有神有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就成全。他如果真的很清楚那就看嘛，如果不是的话，他如果是自己的话，那他走一走他也走不远了，神也不会帮助他的。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所以因此我就看到他们这样子一直持续，然后我每经常有时候问他怎么样还好吗，他说我说还有喜乐吗，很高兴。我说那就好，还有继续。结果没想到他你们要盖教会，要有对、啊、要建要有一个地方、啊、感谢主，有一个地方家教会。就是那我也不知道他有一块家里有地，然后他居然就很想做这个事情，神也催促他。但这个事我没有太清楚，我没有常常去问他这个事情。但我相信他的意向，他有呼召，神就会带领，那神会成就，不是谁要成就。那因此我自己在这里我就很高兴。那我看着他一路走来，我常常跟学生说，有一天你们不会永远在我们这里，你有一天你出去，你要知道你不会是像我，你像我没有用啊。但是一定要找到神在你身上对你的命定是带领你的，是你的，属于你的，你服侍的特别的那一份，能够发挥，能够去为主去燃烧，去做，去摆上自己。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祝福他，要祝福他们这个家教会。你们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家教会，我们家教会，你拿麦克虎尾，我们家教会，虎尾，我们家教会，一定要虎尾吗？因为你们在虎尾，对，虎尾啊，虎尾家教会，我们家教会，对不对？很感谢神，我其实很高兴，我跟师母也很高兴。其实我们这一生带领了很多人，但后来经历更新以后，许多人因着我们的服事，然后遇见主或者被神摸着，经历了圣灵。但是我们在传承的时候，有谁做传承不希望有人能够被神来用呢？能够走一条神带领的路呢？谁不希望？我们有天都会过去，看到我们这些服事的一些前辈，一个一个主都接走了，有一天当然就到我了，那也是主也会要接走。那后面呢？那后面呢？我们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不可能永远都是我，都是我们，那是要有后面要有人继续的去承接，他们要走路还长，所以很感谢主。也要祝福你们。我说我不会自己募款，但是我说我们的学员啊都有看啊，这个六月五号复课的时候，请你们带礼物来，知道我意思啊？因为我在六月五号，在下一个礼拜十二号，我就要去他们那边，我要把礼物带过去，请你们啊，我们的学员啊，我只说我们的学员，请你们在六月五号复课那天，好好的预备好你们的心，把你们的礼物带来。我不会留的，你们认识我，你知道，我不会为自己留。我们全部都祝福给这个我们的班长，好吧？怎么样，高不高兴？啊？有没有勉强？没有。啊？没有。好，感谢主啊！我们就这样。如果你有负担，觉得你有听他的分享，你觉得我说过我不会为自己募款啊？你不要误会，这是我的学生，我为我的学生讲几句话。如果你真的有感动啊，你不用奉献给我们，可是你可以奉献到我们协会，我会转啊，我可以开收据，因为他们才刚刚成立。所以我盼望如果你也愿意把你的礼物来祝福他们，那就好吧。嗯，你们知道怎么做啊。感谢我啊。好，谢谢你。报你吗？啊，不是因为奉献，我觉得我可以怎样，可以报你报名啊，报你一下吗？哦，报一下就不用了，要报就报九月。哦，没有没有，开玩笑。来来来，其实我很感动。真的。我要带敬拜，你不要让我这样子。
我很多事情我自己不会，但是我为了我的学生，我很愿意，因为看能够成全他们，我们这服侍到现在，我非常可以的，各位，我非常，我已经很好，我没有缺什么，我们从来不对外募款，不这个，但是我的学生刚刚起步，刚刚起步，我希望大家能够，祝福他们。今天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子在我们最近一直开始凸显了很多的，这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反而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人，我们的学员一个一个冒出来，一个一个冒出来，啊，我们看到不只是在脸书写一些东西，越写越好，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班长他这样子，那我们然后这个礼拜刚刚新鲜出炉，瓦利亚新鲜出炉的另外一个家教会就要成立，而且名字都取好了，你们谁都没想到，对不对？我们学员自己都不知道，知道吗？不知道，知道吗？都不晓得是谁，是静梅啊，静梅传道在他家。你们现在几个？七个、六个、七个、六位，拿着麦克风说，谁听得到？六位，那他们就开始聚集。今天没有时间让他讲，我再找时间。他们家他只是带着一些姐妹，你知道有很多人他离开教会，他没有教会。有很多人甚至离开教会一段时间，他没有地方再去，不管他是受伤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常常觉得，在我的服事里面，我以前在牧会，我自己很清楚牧会是怎样。我在宗派里面，我非常知道宗派是怎样。我的这些的一些小组做一些的事工，我非常知道事工怎么样。但是当我做协会以后，当然有协会以后，我开了这个协会，我开始有学生以后，当然也跟我年纪有关系，越来越年长。其实我很想跟一些大家同为牧长嘛，我很想说，如果要比较要比的话，那就要比看谁的爱比较多。这是我今天从早到晚，我真有一个我想到我学生，我就很高兴，我很爱他们。那我希望他在你各位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他们是你们教会，我真的盼望你能比我更多爱他们。因为所有当你爱多的时候，其实赢得的是他们的心。大家都很愿意为主摆上，但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多一点爱，不是要多一点用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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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直从年初到年终，从年头到岁末，都在用他们，很累啊。爱他们多一点，能啊，更多的爱他们。关心他们邻里的需要，这个才是根本之道，根本之道。所以因此我，你们取了一个名字，对不对？最近神给了你们一个名字，来讲给大家听。恩流，恩流家教会，恩流家教会，恩流，流水流啊流啊，是恩流啊，所以我也很高兴，这也是我们没有预期到、没有想到的事情。可是神在最近这一个礼拜，这不止一个礼拜，大概这一段时间，神自然带啊带啊带啊，有些根本没有教会了，他也不知道在去哪里，可是他就带他们干什么呢？带着他们读经啊，他没有在的带他们讲事情啊，他在带着他们读经啊，带着他们一起敬拜啊。如果我们很多的家庭都能够做这样事情，很多的家教会被建立起来，就算疫情来了，我们一样可以就像早期的那些初代教会一样，不是很美很好吗？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我很高兴我们的学员里面居然就在这短短半年里面，神就能够呼召他们，差派他们做这样事情，而我连去都还没去过，我都是只是听说，然后事情就神的手就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在我们的信主里面，在我们信仰里面，常常记得要留一颗心给耶稣。你说就一颗心而已啊，那就看心里面你的分量多少是给耶稣了，不是吗？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叫
喜欢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祈祷你的名，牵长那林中的果，我全都想尽留一颗心，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将我喜欢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祈祷于你，牵长那林中的果，白花中的名，耶和华用慈爱收所预备的，这一生我全都相尽。这时候你要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你今天晚上听到是班长的见证，你今天听了静梅的两句几句话，你要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你知道你的路怎么走？你的在服事的日子里面，在你的信仰中，不是只有做啊做啊做啊，忙啊忙啊忙。你的心留了多少给耶稣呢？你的心有换他吗？我们多少时候想我们自己的事情？你知道你的命定吗？你知道你的命令？你知道你的呼召吗？你是因为你有呼召然后服事的吗？你是很清楚知道那是你的命定，你在服事吗？有多少人是这个样子？还是在教会一旦安排了你，就是你了，一直做，一直做，不停的做。服事是这样子吗？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真正要把你的心好好的留给耶稣，让他来填满你，让他充满在你的里面，不是吗？不然你会枯干，不然你会没有力量，不是吗？我们的服事，爱最重要就是爱，服事里面最重要就是爱，爱够吗？当我们一直在做的时候，当我们一直叫人家做的时候，当我们一直安排人家做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我不是，本来就是的，就应该，好像就忠心。是啊，这没有问题啊。问题在于，那颗心有被耶稣填满了、啊。你是因为被耶稣填满，然后你去服侍吗？
因为你被耶稣填满了，你高高兴兴的服侍，很喜乐的，很有力量，知道自己的呼召是什么，然后去服侍嘛。不一样的，各位，不一样的。所以我盼望今天晚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知道主爱你，神爱你，没有问题的。耶和华神不会离开你，没有问题。但是你是怎么样在他面前过你每天的日子？你是怎么样在他面前在教会的服侍？你是怎么样子在他的面前活出的信仰？这是你要为自己祷告的，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面对，好好的面对神，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面对他。留一颗心填满耶稣，叫我喜欢你。流浪的日子已经都过去，用信心去祈待你。前唱那林中的歌，白花中的名，耶和华用慈爱收缩约定，这一生我全都相信。他说他光，主啊，我愿跟随你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一路有明光照耀。主啊，你说那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主啊，谢谢你，你就是我的光。主啊，你照亮我所走的路，你就是我的道路，我要走在你的真理里面。主啊，向你献上感恩，愿将今天晚上一切所歌颂、所赞美、敬拜、所成名的、所见证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全归给你，全是你的。谢谢主，让我们享受今天晚上你的同在。谢谢恩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因为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分享啊，这里的聚会，所以也很期待明天早上，明天早晨一样7:30我会把经文给大家，然后我们8:00准时早上的青玉炉敬拜，欢迎大家，期待我们
啊，在一起敬拜，在你的地方，我的地方，都是神的地方，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晚安，祝福大家。